白老师。我觉得这个女孩子你的想法对于你的即将进入到一个稳定的情感关系甚至婚姻当中一个女人应该去扮演什么样的一个角色，我觉得你好像没有弄得特别的清楚。你刚才说了啊，我这个还没有跟他结婚呢，我就给他洗衣服做饭收拾屋子，那结了婚我还不得成保姆了。但是作为一个女人在家庭当中有这样的一些付出，能够让整个的家变得温暖温馨整洁，让自己的先生或者男朋友感觉到在你身边很舒心很舒适，这是一件